欢迎收看新闻致富。2015年来到尾声了，今年中秋节出现过超级月亮，亦都有多次流星雨，如果错过了就不紧要的。2016年还有很多的特别天文现象。香港太空馆在社交网站简介了本港出年有12项重要的天文现象，包括有3次的流星雨。下星期一就会出现第一次的流星雨了。这个象限移座流星雨虽然流星的数量很多，但是当日的天气就比较差，大家都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了。这个象限移座流星雨就是由12月28号到1月12号都会有的，但是高峰期就的确是1月4号的，离开了高峰期越远其实个数量就会越少的。但是1月4号不好天，那没办法啦。但是如果都想看的话，其实可能早几天，即係1月1號、2號、3號呢幾日都有機會睇到，咁但係個數量就會少好多㗎啦。如果觀賞唔到咧，都唔使失望㗎。咁出年8月12號咧，有英仙座。